住手！啊，大王，您这一惊一乍的，吓臣妾一跳。吓了爱妃一跳，莫非爱妃做了什么亏心事了？大王，瞧您说的，臣妾能做什么亏心事啊？没做亏心事，走路都不稳，脸都白了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寡人刚刚做了一个梦，就梦见朝阳正院那位正欲对本王拳脚相加，让本王一声断喝给吓回去。大王您英勇，喝杯酒压压惊啊。但是没想到惊扰了爱妃啊，这杯酒应该给爱妃压压惊。来，大王，您忘了，臣妾已经怀了您的王子。哎呀，真是，寡人这脑子，爱妃已经有了。好，本王喝。这所有的娘娘当中，只有爱妃最心疼本王了。那大王可要多赏赐臣妾一些。一定，现在本王就赏赐你。大王，战殿将军魏文斌求见。来的真不是时候。